出了一位开指挥官的玩家，老是想超咱们车。这个路线呢，咱们也是把控的死死的，他们完全超不了我。想超越我也不是不行啊，那你超越我，那你肯定会失误啊。那你失误，我又会超越回来，这就是我下的一个诅咒。你要超越我，那你必定会失误，这就很 nice 啊，直接拿下第一，再来一波飞跃神州，超强氮气岩穴，瞬间来到第一名的位置，开一管氮气，注意这里的一个。氮气小喷节奏，小喷小飘，快速出弯下来，小喷小飘，漂移快速出弯，好，就这么一回事啊，直接再次拿下第一。就小喷节奏这一块啊，也是把控的死死的，完全不给对方一点机会。那么我改装的分支左左中小喷时长更长，能把这几个弯道延续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呀。好的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哦，谢谢大家。